第一部4K全實景拍攝，小兵劇嚟講咧，拍到咁靚，我都唔相信有第二部。我部4K電視終於有用啦！你做翻個唔好啊！不要走，我們一起吃好不好？Oh my God！Stop！你哋死啦，你哋！ 多谢高质网民睇得出不懂撒娇的女人嘅高质呢一套 TVB 破天荒以 4K 全实景拍摄制作嘅电视剧集，人靓、景靓、画面靓，绝对提升全港观众嘅煲剧质素。喺实景拍所有嘅嘢都系好真实啦。咁作为一个演员，大家都会好向往呢一组，对于自己嚟讲都系一个几新嘅尝试嚟嘅。 我自己都幾enjoy嘅，因為去到個現場環境時候咧，好多時候我就會周圍去行下咯。陣間我會唔會可以喺呢度拍咧？咁就反而用多咗時間去 feel 下其他嘢咯。無論對於演員啊，或者係觀眾咧，睇嘅時候咧，我諗會更加咧投入到成套劇嘅。而家每一個位置其實佢哋每一日嘅私人空間，咁啊，大家已經一路慣咗呢個生活，就大家都覺得係等同都係翻緊一個真 office 之前。留聲啊，大家等一陣先。 係我第一套嘅全實景嘅劇集，我發現咗冇我想象中咁簡單。實景拍攝我諗困難就係佢哋走機位麻煩啲，佢哋唔可以突然間話拆咗埲牆就嗰個機位而擺個人喺嗰度。拍啲街景嘅時候，我哋又要租場地啦，咁同埋要攔人啦，控制成個環境啊。去到現場嘅打燈啦。 set機嘅時間咧，都會比喺場景嘅時間咧更多用。咁呢個亦都係當我哋去追求一個質素嘅時候咧，你要付出嘅同一樣嘅時間。4K 全高清，超水準製作，但係女演員怕怕？今次呢套劇咧係用咗4K 啦，因為好細微嘅嘢都睇得好清楚，我哋自己演員咧就好需要 keep 得好靚靚嗰啲皮膚，4K 嘅關係咧，基本上每一個鏡頭咧好細緻啦，好多嘢咧都可以調校嘅。我哋嗰日拍到嘅嘢就係真係好靚，其實我覺得係都去到一個即係電影嘅水平。咁所以監製咧就俾咗個信心我哋，希望今次可以帶多一個新嘅突破出嚟。